原来是滋滋的，不知道。嗯，我觉得这样甜甜的，可以放芋圆，我就会带回家。买完名产，乱买饰品。来，现在什么？这里就真的是过山车，踩不起什么，倒饮了。我们来喝个毛泽东奶茶。有点变态了。酒量淡。这比一般的茶叶蛋会甜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今天是我们在金门的最后一天早上。那我们今天行程就是买名产，然后在市区乱晃。等一下就是先去吃早餐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我们到了，今天早餐吃早安公鸡，农场诚实。吃饭喽，吃早餐了。第一站，我们来到马家面线，买个拌面线的酱，素食的那个好像还不错。哦，我妈说买的。对对对，看素食的。素食多少？四次的，要捞一点油啊！啊，真的？嗯，这么油。好，我只是想试试的味道。原来试试是这样子的。对啊。酱甜甜的，对，不然换古早酱应该。好嘞，走吧。嗯，古早酱好吃吗？哪个比较好吃？古早酱有点辣。我不喜欢。古早酱有点辣哦。狐狸酱就是甜的，没有辣。古早酱就有辣的。对，古早酱可我觉得可以啊。还有卖蜜饯，红内大红内皮红内，吃香麻辣，你会喜欢的，是香的，嗯，对不对？也不错哎。买完了，买了两罐菩提，一罐古早酱，加一罐麻辣，那还有两个高粱酒面线。买完名产，乱买饰品，想要买个风狮爷。这个、啊、是石头啊。对啊。对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霍山坑道，这个景点是免费入园参观，注意哦。军舰哎、欸，小船。哇，他把它拆开了，他把他的炮拆掉了。你在那里？
这一定是改过的。里面在吹冷气。来，戴安全帽。哦，纪念品。这里就真的是过山车的场景。还有 picture。 电子派倒影了、哦、圆了，上面是透明的。坑道音乐节，气开放中，很凉，不买了。这个啊，花娃叫花娃来啊。我买不喜欢的东西，再来台湾应该每个点 都收集了，对，每个点都要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德月楼旁边的一个风师爷文物馆，我们来喝个毛泽东奶茶，感觉很特别。需要来一杯奶茶。毛泽东吗？对。好。还有高粱酒。不要。是现在看到的古董哎。对，你要拍我的歌。要啊。要喝。我去外面坐。这里淡的，又不是真的很浓烈，哎，有点像泰来，有点像泰来。哦，有高粱味。嗯，有那个酒酿的味道。嗯，很好很好。
下一站来吃这个酒酿蛋。嗯，有酒酿的味道。有哎，有高粱的味道。你不会沾到手啊？你会沾到手？不会。你上次就是小青蛙吃完吃，就是会沾到手。好吃。完食。是不是都是因为用高粱？酒量都会偏甜一点，但是还是会甜甜的，就是比一般的茶叶蛋会甜，多了酒的甜。嗯。我们要回家了，回高雄了。四天结束喽。不知道车车会不会很热？小辉可能很热。应该是不会了。不会吗？不用拿那么多地方。这样以后都不用买了，就直接到机场买就好了。呜呼！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已经回到高雄机场了，准备结束四天三夜的金门之旅。好累哦，那金门我只能说只有热可以形容而已。那它是一个独立史非常好的地方。以上是这四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帮你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